到，所以超可怕的。所有都是关的，非常夸张。这是爱丽岛的服装店最大的一个 corner， 关了，就是一个爱丽岛镇上最有名的夜店，它现在封起来。菲律宾封城，被封为世界最美丽海滩的爱丽岛，观光客人数瞬间减为零。我就是规定，所有任何水上的活动都不行，包含出海。这边超多人的，举凡任何出海啊，都要经过这里。等下是一个人都没有，我还没有看过爱丽岛没有人，我来这边四年了。台湾人 CVR 大叹，岛上荒凉一片。对比过去，街上满满外国旅客，连餐厅都大排长龙。现在街上竟然猫狗都看不到，如同死城。就算开了也不会有人，所以现在是关门的状态。因为我打算水果如果销完的话，就也是结束营业。观光客进不来 ，CVR 连自己开的店业绩也惨跌。真奶店过去一个月可赚近90,000元台币，现在只能暂停营业。酒吧餐厅则是原本一天至少500位客人上门，现在却冷清到不行。医院是开着，但是不能过去，你一定要有原因，要有正当理由。从马尼拉来的一个人，他去一个海滩的一个旅馆的部分开会，虽然没有确诊，但他有疑似这样的症状，后来就传出来之后，大家就有点紧张。CVR 担心爱丽岛医疗落后，加上居民都没有戴口罩的习惯，要是疫情扩散，恐怕不堪设想。他也希望全球疫情早日缓解，一切好转。记者谢君仲、林恩如，菲律宾台北报道。